不但是这个冰没治好啊，吃到胃头吃坏了，而且大量毒素垃圾让肝脏藏血的血液都污染，那么降压药扩张血管，血管内皮老化，它并没有养滋养血管，所以说你吃那些药只是维持，而且这些病啊错综复杂，越来越重，明白吧？哦，对，我明白了。后来呢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听到你这个节目，听你讲的彩云南金丹粉，很多患者用的都好，而且说是这个对肠胃不但是没有刺激，还有帮助跟好处，而且有的眼病患者比我这个还复杂，还重，人家用的都挺好的，我就买了一个了一下。你看用的有个十多天的时候，我这个晚上睡眠改善了，白天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也有了改善，血压就有点下降。そうで、私この番組でそのあれを
要追到这里面。